老花一开箱，今天拿到的是一个蓝莓，价格呢是28.8块啊，然后呢说是带果发货的，咱们先看看。蓝莓莫名其妙的火了啊，好像被炒作就是眼睛啊，就是说啊经常用眼啊，多吃蓝莓啊，莫名其妙的就火起来了。哎呀，咱先打开先开箱先看一下，28.8块的蓝莓究竟会怎么样？这个很沉的，全是泥土。有的话友说老花一蓝莓怎么养？我边猜边给大家叨叨一下。蓝莓的是一个典型的掩盖植物，它就是说不太喜欢在盐碱地里面去长啊，尤其是在山上啊这了那了的，就比方说在那种石灰地里边它不爱长，不喜欢用骨粉。蓝莓是不喜欢用骨粉，不是说不能用，就是要像人一样啊，你比方说铅中毒啊、铝中毒啊、铜中毒，它是一个道理的。所以说呢它对钙这一块呢还是比较的敏感的，所以说大家要get这个点。适当的呢多接一些雨水来浇花，如果是南方的厝宝可以地栽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。咱们看一下苗子，重生的苗子吗？哎，直接这个老板也有点意思，你说寄这么多土你不花钱吗？这里边有根吗？没有根。有这个土是后来弄上去的，你看着没？嗯，感觉就是后来弄上去的，跟原来的根系都没有接触完整，这是从地里面挖出来然后直接种上的。还没有完全长满根呢就发过来了，就是这种了。蓝莓的一个根系呢跟杜鹃很像，因为它也是杜鹃科的，跟杜鹃是属于表亲。接下来呢咱们话不多说，就给它，哎呀没办法，没办法的办法，细根放盆，这个真没办法，没办法的办法了。你不弄没办法呀，就它属于浅根系的，所以不要用深盆种。这是我就觉得吧，这个根不可能长得那么不完整，这是一个死掉的根，看到没？嗯，这个根如果说时间长了在里面，它会导致一个病变，我就简单的检查一下。其实花人慢慢的你也会到我这个阶段的，就慢慢的你会把所有的花拿来以后就先解剖，慢慢的你就开始去弄。其实像这种洗根换土，大家我应该做了有差不多十几期的这种裸根换土的吧？有了吗？有。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裸根换土的话贼简单，贼简单。就主要的是选一份好土，再一个是有强大的空气湿度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苗子也得健康，这样根系就修成这样了。我想把这个毛细的这块也给它掐掉了，让它重新去长吧。虽说没有洗，但是跟洗根差不多了，就这样子咯。是属于一个这种很浅的一个根系，这个果肯定是保不住了，这个果是保不住了，我准备给它剪掉了。能摘下来吃吗？现在还没熟呢，要不我给你留着吧。也能，就是说我现在这样换土呢也能够让那个果变熟，但是对于这个母体会浪费一定的元气和养分。带着吧，高度也刚刚好，大家埋的时候不要太深，把咱们家这个土稍微塞一塞，把这些大颗粒的给它垫到底下去。其实我塞来塞去都没有大颗粒了，这个时期就不要加任何的肥料了，然后比量比量，埋的时候不要太深啊。有话说你这不埋深了吗？你别急，我埋深了，我一蹬一压再一滴溜，这不就切对吧？哎，别急。现在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在家庭里面，你像我这样操作完之后呢，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光照要给啊，必须要给宝贝儿。但是呢空气湿度要高，必须得高。你可以做一个棚起来，你像我们有的话说你们有大棚，你倒是挺得，我有做那种小棚的，那个呢是我去年做的一个棚，您可以做再小一点的，就专门给它打造一个。你实在不行，你可以用个塑料袋晚上套起来，白天打开嘛，给它保保湿，好吧。接下来呢浇水，浇水的时候大家要注意，大家浇水的时候这个时期呢就可以用一些生根液了，生根液不用太多，会完生根液放上几滴就可以了，放个3-5滴就行了，不用太多。好多的话我总是认为这些个东西放的多了就好，不是的啊，放一些就行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浇一遍水，浇水的时候第一遍水一定要给透。好在的话我浇水的时候总是浇不透，可以慢慢的浇，可以慢慢的浇。现在这个时期先不用肥料，先不用肥料，因为只有素土它更加利于它发根，因为肥料它是影响它长根的。你就打个比方说，人家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对吧？你现在就是穷着点饿着点，给他点生根液类似的，就是给他个小目标，给他打点鸡血，让他先长着啊，省得他保暖适淫欲。你要是给他肥料多了呢，就保暖适淫欲了。
时间长了它就糜烂了，哎，对，它根也会烂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时期别施肥料。正常的养护啊，稍微避一下中午的强光暴晒。等到它这个果子熟了哈，先照顾我们后期小哥，让他吃完以后呢，我再给大家伙留两个，再给大家寄过去，好吧？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个蓝莓的话呢，可以在本条视频里面评论、分享、转发，我会随机抽选送给大家。这个呢，估计要在我手里边养一两个月，具体的养护啊，到后期也会给大家更新，就是具体的操作大家也都看到了。如果说大家还想看什么开箱，或者说有什么养花问题，都可以私聊我，或者是视频下方留言。我是老花一，打分啊。打什么分？28.8块8让我打分，我就不打了，让他们打吧。以后视频的最后啊，花友们在评论区打个分吧，给他满分100分，你们看着打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就那一，拜了。